近日有传崔永元四次递交辞职信，中国央视批准。而在9月19日谢天谢地你来了的录制现场，崔永元更向观众三鞠躬，疑似去意已决。据悉，当天是崔永元在央视的最后一场节目录制，此后这位央视名嘴将转战电影圈，最大限度地完成自己的电影梦。让我们一起祝福这位昔日的央视名嘴在别的领域也能有所成就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